呢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多咗个一秒，借晒俾你咯，借咗俾你，借咗俾你。你有冇试过咧？瞓醒觉，发现原来系过咗两日，但你咩都冇做过，又咩都唔记得，好似俾人偷咗时间咁啊！唔知呢世界系咪有人识得偷时间嘅咧？我系会成日搵人偷咗人哋嘅时间，如果我唔偷人时间，我就要死。就算呢个世界冇人明白你，你仲有我吗？如果我唔讲嘅话，你点会知道动人系啲咩人呢？你凭乜嘢你觉得你嘅时间比其他人重要啊 ？Sorry， 如果你嘅生命剩翻最后嗰30分钟，你会做啲咩？